Hello， 朋友们，继特利迦和赛罗之后，万代拼装系列产品线又推出了一款新的奥特曼拼装产品——格凯。这次的官图也是一如既往的绚烂多彩。首先，还是他们那个多层次、高还原度的胸部狠吹了一通。这次的胸部同样是由茫茫多的分件组成，保证每一个颜色和结构都有一个独立的分件。但是胸部的银河花纹就肯定是要靠贴纸来还原了。可动方面只说了一下颈部，这个我从图上也看不出来有特别大的进步。肩甲这里是一个可以上下滑动的设计，这样保证平举的时候不会卡住。配件方面包括了奥特双重剑，剑柄部分可动，此外还配有塞尔杰特光线特效剑一个，胸部以及头部的大灯替换剑，还有五对手型，外加一个握持手型。玩具预计于2023年5月发售，售价比之前的赛罗和特利迦都稍微贵了一些，含税定价3630日元，约合186元人民币、208港币和819台币。好的，韬光玩具箱会持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玩具测评以及资讯，所以还请关注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咱们下一期节目再见。